凡有人之处，必有华人。当时的高僧大德里，净空法师是最知名之一。他没有显赫背景，更无一张学历，仅仅凭着持续53年不断的讲经弘法，终成一代名僧。他宣扬佛陀圣哲人生，提倡多元宗教，弟子遍布全球，终如一道清流，安定了无数颗迷惘的心。本期第一访谈专访高僧净空法师，敬请关注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皈依了佛教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其他的。不可以。你怎么理解这些其他的宗教？宗教是文化的根基，先有宗教，后有文化。如果宗教没有了，它文化的基础就毁掉了。宗教确实是教育。我理解的，就是刚才跟你讲的这。它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每个大宗教皆如是。所以宗教呢，要回归教育。不能完全的在祈祷上，祈祷固然是有效，但是没有理论做依据，别人说你是迷信。一定要学习教义，要把经典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你如果能到处都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所有不同宗教里面相同的部分，应该是70%，不同部分很少。那是什么？那是这个，因为过去这个没有这些科学工具，没有这个交通的方便，所以往来的少。每个地方这个文化不相同，历史背景不同，生活方式不同，这个地方要迁就这一个地方，所以不同地方是这些，不是主要的，真根本的理念、观念、修行方法，甚至于想到的到天堂天国，这个都是一样的。佛教有极乐世界，天主教有天堂，回教有天园。能理解为是殊途同归吗？对，所以到了之后，你会一看，哎，怎么你也来了？是不是？你会看得惊讶，是不是？我这极乐世界怎么你也来了？我原来都是一样的。您是这样理解的？对，不错，但是我这个说法大家都能接受，都欢喜。平安夜，我们参加当地大主教这个弥撒，我们出家人50多个出家人打着衣进入教堂，非常壮观。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，他们也参加，我们参加他的，他就会参加我们，就是互相尊重。互相尊重，对，这就做得很成功。这也是您很了不起的成就。做得很成功，缘分，有缘分，有缘嘛，所以说，就是说学其他的不同的宗教，其实都没有问题。没问题，应该要互相学习，互相了解。为什么呢？等于说是佛菩萨在那个叫现那种身度那些人，我们就去听听他讲起什么。结果一听之后，跟我们是一样的。只有浅深的差别，讲的比较浅一点，佛法讲的比较深。叫你基本做人处事、做人待切物的时候几乎都相同。没有一个宗教不孝顺父母的。佛教叫慈悲。
伊斯兰教叫仁慈，啊，慈悲是理性的爱，就理智的爱，不是感情的。啊，感情的爱容易出事情，啊，智慧的爱不会出问题。所以佛法它是以智慧为主。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相信啊。不相信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？不相信，没有关系。不相信是什么？是我们200多年来的疏忽，没有重视，这是当然之理。啊，丢掉200多年，再把它回找回来，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批人，啊，信仰宗教的人，要把宗教做出来。啊，没有做出来，你没有看到，不相信。啊，你说佛教给我们出世待人四义法。啊，我在新加坡把宗教做成功了。新加坡有个高级部长曾思生，啊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们宗教有个宗教理事会50年都团结不起来。啊，他们宗教每年在一起吃餐饭，吃完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平常不向往来。嗯，互相都哎，你怎么会把它搞成功？我说这是佛经上有的，佛经上有这个。我说有啊，叫四义法。四义法是就是用现在的话说，公共关系法、交际法。这个也教？那这佛经有啊。啊，我说我就用这个方法了。这四法第一个，布施、送礼，啊，请客送礼，你邀请他吃饭，啊，厚厚一份礼送给他。我团结9个宗教，当时新加�坡的钱用了100万，我每一个宗教送10万块钱，那很管用啊。他说他每个宗教都做慈善事业了。对对对，我应该帮助你。所以以后这几宗教都是互相帮助。哦，从您这里开始。啊，对啊，我们这一带头的时候，大家都肯干，都明白。大家都是做慈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啊，所以天主教有一次，他们派了一些医生到非洲去做义诊。修女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我就送了5万块钱买医药费。嗯。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，能不能送一辆？哎，交通那边不方便，啊，送一个救护车。那我说要多少钱？大概要2-3万块钱，没问题，送你辆。啊，互助合作嘛，都是做好事。哎，你去做，我拿钱，你带我去做，何乐而不为之？啊，利益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利益。没有损害，啊，绝对不能够批评，说我这个教好你不如我，这绝对不可以说，不能拉信徒，啊，讲你放弃你的教信我的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欢迎你来研究，你来学习，啊，不可以舍弃你的宗教，太信我的教，这个不可以，这是很大的机会，嗯，啊，所以他们跟我往来，放心啊。知道我不拉他的信徒，我不回报他们。啊，最后是同事，那同事我们做同样什么事？化解冲突，求世界安定和谐。我们同样干这种事情。啊，这就能合作了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其实您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很大的，那都是一家人的，但是实际上可以也用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。对，其实也一样的。哎，对，其实宗教最好宗教相处和人和人相处对一样的。我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对群书治要这个是怎么看的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。群书治要，您是最早怎么看到这本书的？这是我印的啊，这本书因为这些年来跟许多国家人、国家领导人往来，有一些领导人确实是好人，
啊，他跟我一见面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想把国家治好。”嗯，法师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我就向他这么说。哦，您就把这个推荐给他，这个能把国家治理好。对，但是这个书呢，在中国断绝了1000年，流失了。哎，流失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到日本去了。唐朝时候，这是唐太宗下令编的，就是《四库全书》里的精华的精华。哦，最精彩的东西。啊，唐太宗做皇帝27岁，他是将军，16岁带兵打天下，隋朝晚年群雄割据，他一个个把他打败，统一了全国。啊，27岁，我们就相信他，读书不多。现在要统一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用什么方法？所以他就想到，要找古人，要找祖宗，这就是有信心。嗯，他那个时代往前面去推，2500年，从三皇五帝啊到晋朝，老祖宗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言论，你们去找，找了抄出来给他看，将近20000多册书里头，哦，就所有哎，对，是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会建成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魏征领导，啊，用了好几年，精挑细选，挑出66种，再从66种里面去抄，唐太宗要的全部都抄出来，大概50万字，就这套书。我很早知道这套书，但是没看到，没见过。哎，我跟书店有缘，因为常常去看书买书，都很熟悉。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，我问他不知道。啊，世界书局，这世界书局印的，这老板跟我很熟。啊，也不知道，没有人晓得。书到哪里去了？啊，那么最后得到这个之后才晓得，日本的和尚，唐朝在中国留学的人很多。嗯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书，全是手写。手抄本。手抄本当然分量不多，他们收集带回去，在中国没有了。啊，唐朝亡国之后啊，中国就这个书就崛起了，所以。唐书里头，这25史，唐书里头没有这个目录，没有记载。宋史、元、明、清统统没有。啊，但唐太宗就是靠这部书治理国家，大唐盛世是这本书上成绩。哦，那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的？啊，我是以前喜欢读书，我不是读这个书，我是读的一本叫《诸子之要》。是这个里头的一部分，不完全的，所以我知道有这本书。啊，我常常就想到的时候，啊，现在你要认识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，如果这个东西要是找出来的话，翻成外国人，颁布全世界，中国文化统治全世界，这个多有意思啊！嗯，啊，多有意思。啊，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很感慨的说，我知道有这本书没见过。啊，听众里头就有人，国内的呀，他们听到了，哎，居然发现有这个书在，找到2套寄给我。哦，是您的这个听众啊。啊，听众啊，不认识啊，听众啊，他们进来之后，我一看，真如获至宝啊。啊，多少年我心里所想的终于见面了，啊，一看上日本，就这套，这日本原文原书引印的，哦，哎，字放大了一点，它的原书这么大，啊，
我把它放大了，放大字就更好看啊，我就教个我都没有看，一看那书很完整，字没有损失，没有破坏，啊，纸张呢是很脆了，夹差不多一百年了嘛，嗯，民国初年的，啊，才真了解到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我就交给世界数据，印一万套，啊，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各家图书馆，让他们收藏。这个书永远不会再上市的。那他们欢迎吗？大家见到这本书、啊、没有不欢迎的。啊，我在马来西亚把这本书介绍给马哈迪现在的首相纳吉。啊，他们听到之后就急着，能不能赶快翻成英文？我们想看。啊，所以这个我就想出三六零。这么大翻的时候要时间了，好几年了，他看不到了，他急着要看的，所以我就想的，我要找一个小组，在这个书里头去选，选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，又选出来，马上就，所以再从这里选，选360段，啊，专门供养这些国家领导人，啊，供养这些从政。那这本书。您说的是治国，修身，从修身开始、啊、身不修你怎么能治国、啊、身修之后要治家，家不齐也不能治国、嗯、就是说老百姓也可以看这本书，也可以学啊，都要学，都要学、啊、特别这是专门给从政的人，给皇上看的啊，给管理国家的人看的、嗯、啊，但是管理国家人如果自己身修不好，家治不好，没有资格治国，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出来了，那么我就另外一个想法有了，要培养群书治要的老师。你没有老师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想到汉学院。汉学院。哎，对，汉学就是儒释道，要培养儒释道的师资。今天儒释道的师资都没有了，啊，我这一代，我的老师那一辈还有一些人，现在都过世了。我们这一代的学生跟上一代比差很远。没错，因为，我们也有亲身的体会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了解一些传统的文化，我去翻一些书，嗯、但是文言文说实话、嗯、看不懂。对，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文字学，文言文。是基础，啊，汉学院头一门课程就是文字学，啊，中国的文字，连汤恩比、卢梭都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字。为什么呢？它能不受时间、空间影响，永远不会过时，永远不会变质。你只懂得文言文，几千年古人写的，你能完全看得懂。啊，拼音的这个文字做不到，它顶多200年都变了啊，所以他们古人写的东西完全不能理解啊。中国有这种好的东西，全世界没有第二家，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学，对，而且外国人也学啊，我送四库全书给他们，这个四库全书我一共买了112套啊，一套美金50000块钱，500万啊，还有会要，这边的会要，这会要是专门给皇上看的啊，是这里的精华1/3，500册，这是1500册啊，这个会要我买了270多套，啊，都是送给人家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。您就是啊，告诉他，其实不光是在弘扬佛法，对，在一直都是在弘扬很多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很多事。哎，我告诉他，这是人类老祖宗智慧的遗产，
是属于全人类的。你讲中国，他就比较难过，全人类的。啊，保存最完整的在中国，中国保存的是人类老祖宗智慧的财产，你要不要？那文言文谁把钥匙？你没有这把钥匙给你，你不会看。所以你要学中国汉字，要学文言文。那我相信将来汉字文言文是世界语言啊，他要不学的话他不能看的。这真正是宝藏啊，这不是假的。刚才我们聊的呢很多都是大事啊，跟这个国家跟咱的传统文化很多这些有关系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想多跟您了解了解说关于个人修行的一些问题。嗯，因为很多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，就经常感觉到内心的焦虑啊、不安啊，或者说觉得生活节奏压力非常大。那您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？我们过去在汤池做的这个实验，时间虽然不长，让我们真正了解了效果啊。所以多少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的时候都很坦诚的啊，没有任何忌讳的，我们来聊天啊。共同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，都希望社会能安定，能和谐，能够恢复像过去啊，战前那种安定和谐的生活。原因我们今天找到了，就是信心。信心，信心。现在大家这么多年来在联合国这些会友，我认识的很多，我参加了十几次啊，大家对于世界还有没有和平没有信心了，这个非常可怕。所以我们汤池实验成功，在联合国做出报告，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，真有这么一桩事情啊。可惜的是我们地方领导没有同意他们去参观啊，实际上同意参观的时候给他一个信息，我们政府不招待你，你用观光旅游来看我参观都可以啊，但是这个信息也没传递到。可是依然还是有一些自动来啊，真想看看真相啊。这里面我认识了不少人啊，所以我们要恢复信心，特别是中国人。中国人现在很可怜，对国家没有信心，对民族没有信心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赚钱干什么，我回答赚钱是为存在外国银行那为什么呢？中国不放心啊！啊，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心理啊！对国家没有信心了，对外国有信心啊，这是很大的错误啊！别人问我，我在国外，世界这么乱，哪个地方最安全？我告诉他中国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中国，你别看现在。他乱，他不会灭亡，啊？为什么？祖宗有德。你要是读中国书，你要是个中国人，像从前那样，你会相信，我们老祖宗，至少有历史记载的五千年老祖宗世世代代，都是讲仁义道德，啊，自己行的。啊，学的往后传的都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，这是我们的标准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
跟这四个标准一定相应。啊，不相应的，那就是错误的；相应的是正确的，正确的要去做。啊，中国文化的根是孝敬、孝亲尊师。佛教为什么会被中国人这么样重视？因为佛教它也是在孝亲尊师上建立的，跟中国人的基础完全相同。啊，敬业三福是佛教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；第二句话，奉事师长。啊，佛法是师道，它不是神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第一个老师，根本的老师，我们称他为本师，自称为弟子。我们什么关系？师生关系。宗教里头没有师生关系，啊，只有教学里头有师生关系。啊，孔子教学，弟子三千，跟他是师生关系。啊，佛跟弟子们是师生关系，这都要搞清楚啊。啊，孝跟敬是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一个人不孝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这人完了，什么东西都学不会。学科学技术可以，啊，学伦理道德不行，啊，就这精神文明，他沾不到边，他学也是学皮毛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感觉不到幸福啊，对，啊，那你学生问我为什么学佛，我学佛得什么？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63年是世界上最高的享受，我能不感谢老师？但是他很多人啊，现在有一些论调，就是说，这个好人啊没好报。你看他坏人做坏事吧，他过得还挺好。啊，对，报应是三世的，你没有看见，你还想没有看到他的下场？要盖棺才能够论定啊。那么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问题可大了。许多人死了以后到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要想出来太难太难了。但是这些他看不到呀。啊，看不到他会瘦啊，他马上就看到了，很快就看到了。啊，纵然他活到100岁，100岁完了他就看到了。啊，聪明人有智慧的人，啊，别人看不到，你看到了。你看到他什么因，下面是什么果报。啊，这个世间有灾难，这不是假的。灾难从哪里？人心感应。华人频道秉承汇聚民族力量、传播中华文明为己任，上善若水，语出老子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意思是说，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，则被万物而不争名利。我相信用这样的秉性去传承和弘扬我国的佛学文化，那么受益者一定是我们自己。